您好，我是Eileen许小姐，那我是在纽约曼哈顿美国做地产的经纪。嗨，我是Catherine Jin，好，我也是在曼哈顿做地产的专家。 那今天呢，如果您想在美国投资移民、就职，或者说是来纽约投资美国投资，在地产上，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对您来有许多的帮助。所以今天麻烦您跟我们联系，如果您想在纽约了解这边市场的情况，或者说是哪些地点比较值得投资，那我们都可以帮助您。如果呢，你想只花30万。 美金的钱呢，在美国投资，我们也可以帮你在佛罗里达一些地方非常漂亮，在海边买一些房子和度一些做一些假日的公寓。OK， 我们有很多房源，还有呢，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服务呢，是除了地产之外的，是叫 EB-5， 是投资移民。投资移民呢，现在是当然非常热。 成功率呢不是特别高，但是呢，我们有非常有经验的一些 EB-5。 一些专家呢，可以帮助你，保证你能投资成功。我们这边电话呢是917-863-0551，那我的电话是646-644-6929，谢谢。